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昌熙，好开心今次可以参与《落花满天》管弦光影之旅的呢次呢个表演。以往我同香港管弦乐团合作咧，通常就系一系就帮佢哋做担任编曲啊，或者系指挥啊，或者系弹奏嘅角色啦。但系今次呢一个落花满天呢个计划咧，咁我就系完全唔系做以上嘅即系角色嘅。咁我今次咧就系好得意地，我系帮佢哋将一啲以前嘅音档咧，音响嘅档案咧，就变成为今次其中一啲演出会用作为同管弦乐团一起合奏嘅一啲素材。我哋嘅团队咧，陈善之啊、Rex 啊、Morris 啊，各位咧，咁佢哋咧就搜罗咗好多以前帝女花嘅片段，同埋一啲音效嘅档案翻嚟。咁佢就今次咧就會配以重新編寫一啲管弦樂嘅樂章上去，咁就係由李哲毅老師寫嘅。咁會遇到一啲問題啦。咁譬如以前有以前嘅錄音，以前嘅錄音有以前嘅譬如锣鼓啊，有去中樂啊喺入面。咁同管弦樂團溝埋一齊嗰陣時，咪會會唔會好亂噶？咁其實我嘅責任咧，就係將呢啲音效嘅音響嘅檔案咧，就重新處理。咁因為而家嘅科技進步咧，咁有啲音響嘅檔案，其實我哋可以將佢人聲同埋佢音樂咧分開去嘅。咁變咗李哲毅老師寫佢嘅新嘅創作嗰陣時咧，就可以自由度大啲啦，咁可以唔使一定要跟住原本，即係譬如啲锣鼓啊，或者去原本嘅配器，或者佢哋嘅和弦咁样去写，咁可以真係 free hand 啲，重新去创作一啲音乐去配落去以前嘅帝女花嗰、那个即係个嗰啲声音档案嗰度。其实都几破天荒嘅一个新尝试嚟嘅，我自己觉得。咁係一啲既會聽到以前帝女花原本唱嘅先姐任嘅佢哋嘅即係佢哋原汁原味嘅演繹啦，亦都會聽到重新編寫現場表演嘅香港管弦樂團嘅演奏。咁我其實非常期待呢一個咁跨世代，咁跨媒介又穿越時空嘅編音樂嘅交流啦。咁係因為我已經事先聽咗少少李哲毅老師佢嗰啲 demo， 咁係其實配咗落去，我覺得係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同埋非常有創意。咁希望大家都會嚟支持呢一個咁創新嘅演出。